我是文之瑜，请跟我一起拒绝毒品。用坚定的语气呼吁年轻人拒绝毒品，被网友昵称为空手道小清新的文姿云，将在8月5号出战东京奥运。刑事局举办文姿云冬奥空手道夺牌集气活动，邀请民众留言为他加油打气。在空手道这条路上，我也曾经遇过挫折。在国中叛逆时期，交了一些比较爱玩的朋友，渐渐的去道场的次数一天比一天还要少。刚开始觉得很有趣，但到后来发现，其实漫无目的的玩乐者内心是很空虚。我想跟青少年的朋友们说，在成长过程中，也许会有迷惘或沮丧的时候，用毒品来追求刺激或是逃避痛苦，都不能帮你找到方向，不能帮你完成梦想，更对身体会有造成很大的伤害。大家好，我是刑事局反毒大使林云。同样担任过反毒代言人的还有在冬奥奋力一战的桌球好手林云如。刑事局除了向众选手们的正面形象，也希望透过广告鼓励年轻人拒绝毒品诱惑，拥抱阳光人生。每一场比赛输完其实都会有一点挫折吧，想着怎么能够把这些挫折转化为下次比赛动力，专心做好现在该做的事就会成功。吸毒有害健康，大家千万不要吸毒。民众只要在 CIB 局长室脸书留言，就有机会获得冬奥中华队选手同款运动外套以及中华队应援服。邀请大家为文姿云集气加油，让冬奥选手再创夺牌佳绩。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。